CVS 药店于9月28日宣布，将暂停销售所有 Zantac 品牌和 CVS 自有品牌的雷尼替丁药物产品。雷尼替丁是一种 H2 受体阻滞剂，用于缓解胃灼热。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警告，雷尼替丁产品可能含有致癌物质。虽然目前市面上 Zantac 和雷尼替丁产品尚未被召回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也未建议患者停止服用这些药物，但消费者可以将其退回 CVS 并要求退款。